做的一件事，睡觉。包包里不能没有的三样东西：手机、充电器。护唇膏好了啦，会不会很无聊？会不会很基本的？海岛、城市、丛林，你会选择？海岛、城市、养成林、丛林。哦，海岛、城市、丛林、海岛。请示范喜怒哀乐四种表情。我要养成林啊！请示范喜怒哀乐四种表情。好，喜怒哀乐。孔刘还是李栋旭呢？阿达还是黄致列，这两个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你好歹你也放两个男星嘛，你放一个歌星，一个谐星，这有什么标准吗？没有标准。好，那我先选黄致列。兔子、美小鸭还是猫咪？当然是美小鸭哦。跑完全程马拉松还是外景九小时 non stop？ 外景九小时 non stop。我们常常做这种事。一个单词形容自己。漂亮。头发卷这样好多。